据媒体报道，阚清子在分手传闻后首度亮相机场，心情看似不错，对镜头比 V。 2015年8月，阚清子与纪凌尘公开恋情，2017年两人在综艺《亲爱的客栈》中大秀恩爱，获得了众多网友的喜爱。近日网上却频繁传出二人恋情生变的消息。28日，阚清子在微博取消了对男友纪凌尘的关注，且最近两人秀恩爱频率降低，且微博耐人寻味，不少网友怀疑二人已经分手。然而有爆料称，二人只是因为春节男方未跟女方回老家而发生争执，并未分手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